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玩我们的甜品情。好，我们要找一个关于皇帝的字条，然后看了一下，大概是泛黄的字条。哟，来试试看吧。泛黄的字条，成功！太祖有眼定机，始终无助毁纣国。当时认为一上天谕，启龙点检做皇帝。这首诗是我的前朝的皇上吧？周皇帝当年常让皇位给时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，这才有了大宋。呸！什么大宋？赵匡胤那时也配当皇帝？他能当皇帝的话，那猪都能当丞相，哥我还能领兵呢。躲在背后骂人算什么？真的厉害的话，应该当面骂，那才痛快。说的对，要骂就当面骂。我不止骂，看我杀那叛徒。只可惜你现在被关在这，别说皇宫了，你这监牢都走不出去。但我有办法出去，所以放心交给我吧。等会我要出去时，你可以安分点，知道吗？哼，你以为我是被关进来的吗？告诉你，我是自己躲在这里的。我爱来就来，爱走就走，爱骂赵匡胤就骂，赵匡胤那个走狗，哪一个关得了我？对了，你问这么多做什么？你是不是赵匡胤派来的奸细？我看你就像奸细，你是骗不了我的。看掌！不好，这老头疯病说发作就发作，想不到他居然会武功，好险吃他一掌伤，一掌伤得不重。都是这师傅留给我的石头，万一摔碎了就糟糕了。你这疯子，怎么说打就打？我这石头砸碎了，你来赔吗？好险没碎。殿下，你还活着啊？殿下，臣居然没认出你，都是臣脑眼昏花。这老头脑子当真坏啊，又哭又笑，跟摸一下那眼泪简直一模一样。臣有罪，臣有罪。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大牢！谁啊？他是那个紫衣女子吗？哦，看起来是紫衣女子。她脸好尴尬啊！好啊，原来你躲到这测试训练的地方，难怪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你。林玉儿，你休想！这人怎么一声不响的开门进来？莫非是张玄心派来的？是张玄心叫你来杀我的吗？张玄心，哼，他是谁？他竟然不是来找我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王忠，你有敢背叛教主大人，就应该料想到有今天。快跟我回去吧，我保证不会让你死得太痛快。居然是魔灵教派来做事的疯老头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疯老头说不定知道魔力教的事情，可不能让他被这个林玉儿给抓走了。小子，还不闪开！这位姐姐，我可不能让你把他带走。你要是把他带走了，我一个人在这牢房没人聊天，岂不无聊？我现在就把你杀了，看你去阴间还无不无聊。哎，生命诚可贵。别老是动不动就杀人，这老疯子说什么都不能让给你带走，要不你也留下来算了，多一个人多热闹。哪来这么多废话，快给本姑娘闪开。殿下，我把这人领走，你趁机快逃。你认错人，我不是才要这蠢蛋，连手下都是一帮蠢货，我看他尽早放弃他的野心好了，免得借此失败，全天下的人都看他丢脸。住嘴！教主的名讳岂是你这叛徒随便叫的？别想逃！糟糕，吃上哪头一招，如今才头晕目眩起来。哦，调息氧气以后好多了，但人也给跑了。没想到那疯老头竟是魔女教的叛徒，可惜来不及问他事情，眼下是追不上了。
还是先找圣女心要紧。好，那隔壁那个嘞？那隔壁，他不见哦，哎，这这，我以为他不见了。可是我没办法放你出来啊！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开封。OK， 我看一下，看一下传闻。出面不知有何好处 ？OK， Go， 嘿，都给你钥匙，你动作可真慢。我都抓到了啊！想不到你这臭丫头竟然敢把堂堂开封府尹给绑得起来！你这小子竟敢称他臭丫头！你不知道他可是，他是当今最厉害的女侠。福一大人，我是来问你事情的，莫要浪费姑娘时间，快把你做的肮脏事情都吐出来。要是敢有一丁点隐瞒，我就把你五花大绑，游街示众。是公，女侠饶命，女侠饶命，小人有错，你们问我什么都招，我全都招。告诉公主吧，这还差不多一点。这么嚣张，福一都怕了龟孙子，不知这姑娘给他下什么药。这张学金给他5000两银子，要我抓住他，我就……你就什么？姑娘耳朵不好，听不见啊，说大声点。我就给猪油蒙了眼睛，收下那5000两，笑得该死。哎，普通人家整年收入最多不过数两，张学金竟然出5000两，未免太看得起我了。好了，张学金，跟你说了，晓得晓得，不要磨磨唧唧的，快说。你走的那一批一品红在哪里？什么是一品红？这混账一用开封镖局帮魔女教走私的一种名为一品红的毒草，想要制作3生3死饮。3生3死饮？我有在文献中看过，那不是以前药王一族的禁药吗？据说当时造成全五年大浩劫，成千上万人死亡。没错，就是那个3生3死饮。我亲眼见过他们拿镖局的人当实验。被控制的人完全丧失自我意志，变成只会听令行事的杀人工具。你说什么？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！张玄心，你还不快把一品红交出来？我不知道被运到哪了啊！哦，不说是吧？你现在不说，以后可就没机会说了。哎呀，一下小六就真的不知道啊！你就要宰了小六也没用。那一批一品红我已经交给魔女教的人，后来他们运到哪，怎么可能会告诉我？他们没告诉你，你就没脑袋自己想的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他们的一品红总共分成两批运送，先前你运的已经被拿走了，但是还有另一批草药是我用周丽的名目那开封镖局运送的，而这批货魔女教有派人随车指引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会运到哪去，你得去问开封镖局的人才会知道下落。开封镖局完全被蒙在鼓里，我们得去提醒他们。慢着，什么是我们得去提醒他们？我有说要带你去吗？这张全熙是我抓的，一品红也是我问出来的，我工厂这么大，自然要带着我一起去。算了，看来我也摆脱不了你，你爱跟就跟吧。反正从这里到开封镖局，我还怕没机会甩开你吗？你方才已经想要在路上把我甩开，对吧？你爱那我跟也罢，不爱那我跟也罢，反正这腿长在我脚上，我还不能自己走到镖局吗？向来都是只有我整人的份，今天却遇到这女煞星，看来老天爷一定是派她来克我的。女侠，我招都招了，这绳子能不能松绑？该怎么解决她呢？我看你们就一起在牢里过后半辈子吧。
好，终于又回到海风了，各位。从那个小李子是怀恨在心嘛 ？OK， 这个讲过了，听一下第二个。小李子 ，OK， 这个有啊。我们再稍微逛一下，因为有些支线好像还没有解，还有那个酒坛。好，我记得开放还有两个坛子没打破。这边之前走过了，这个也走过了。我先去大象果子看看好了。有那个地痞流氓，哎，这好像是，接招吧！
你想过结交吗？别怕了吧，别想看他破，这成了出来了，让死力打破破，真骨剑侠，四成轻点，死可恶，没闪过，四成轻点，刺我一刀，结交吗？帅，放马过来吧。四成轻点，四成轻点，四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四，四，杀，四，杀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一下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嘿，绝招吧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天气招法的缺点就是攻击力不高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太难了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！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这应该没东西吧？哦，没东西。毛利兰，毛利兰，该不会是小五兰的女儿吧？小兰。里面还有一个坛子，啊，终于可以进去了。阳春面最好吃的。哦，好像还没去过客场哦。东南方，三二回。走了，接了一个任务，哎，我怎么在这里？我穿越了，我走不上去。哎，那怎么走到下面？那下面一个点。
可以进去了。好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又回来了。可以存档吗？不行。帮他。要是有什么潜行的人在。潜行。仙酒，哇，那就只有一个人了，那个赵森。这样卖他是对的吗？好了，随便了。开空标解到了，可是我想说支线任务再解脱一点。好了，我们这期先到这边好了。喜欢频道欢迎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也欢迎到粉丝按子赞，也重要最新的消息。右下角订阅按钮跟你按这个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期我是看，拜拜。